别磨叽了，直接开牌吧。原来是两个 K 一个八，我还以为你是什么牌，就这种牌都敢追加2000万，真的是厉害啊，佩服佩服。哼，废话少说，赶紧开牌吧。等下你要是拿不出3000万来，我保证让你离不开这里。我的天，竟然是三个 Q， 这是豹子，第一局就直接抽到了豹子，这手气也太逆天了吧。我发了这么多年的牌，从来没见过第一局就能拿到豹子的，不得不说这位先生真的是运气爆棚。这怎么可能，十一怎么可能拿到3张 Q， 他手里不应该是2张 Q 一张杂牌吗？难道是我记错牌了？这是什么情况，我作为千王的传人怎么可能会记错牌，除了师傅能在我的眼皮底下不知不觉动手脚腕，这也太奇怪了，难道说这个人是比我还要厉害的千术高手？这一局十一先生获胜。庄碧凡，看你今天不行啊，第一局就输了3000万，这样下去怕是你下不了船了吧。哼，不要得意的太早，这只是刚试试水而已，好戏才刚要开始。希望庄少能一直这么有信心。废话少说，开始吧，我就不信你还能有刚才的狗屎运。我可是跟马文远对过牌了，马文远自出师之后从未出现过失误。十一，我看你这下还怎么嚣张。既然这个庄碧凡这么不知好歹，那我不介意给他点教训，让他知道什么叫天外有天。怎么样，这局你加不加马？加不加我都可以赢你，为了让你能输得起，我就不加了。哼，就会装腔作势，那我再加3000万。天哪，庄少真是大手笔啊，刚才输了3000万，这局要是没赢回来，那可就输进1亿了。是啊是啊，今天真是大开眼界啊，这才第二局就到达4000万了，实在是太猛了。如果我没记错牌，十一第二张应该也是个老 K， 而我最后一张是 A， 这样的话那我手里的牌应该是顺子 AKQ， 十一则是 KQJ， 再大也大不过我。我看你这次怎么死。怎么样，你加不加马？我不加。好，既然你不加，那我就再加3000万，我可是花了重金请马文远过来，这局一定能赢你十一，哈哈，这局我的牌肯定比你大，我可以开牌了吧。可以，请您开牌。哈哈 AKQ 顺子，承让承让，十一你快点开牌，别浪费我的时间。你就这么自信自己一定会赢吗？只不过是顺子而已，就把你嘚瑟的不要不要的。废话少说，你再不开牌就让荷官直接判你输。既然你这么着急给我送钱，那我就让你输得心服口服。这怎么可能，竟然是同花顺，他的牌面我没记错，所以我才一直往上加，可我竟然忽略花色这种情况，可恶，简直可恶至极。你出老千，一定是你出老千。房间里有这么多双眼睛盯着，你说我出老千，请拿出证据来。庄少请稍安勿躁。刚才实在是抱歉，是我看错了，你没有出千，不过我今天的手气实在是不行，下一局就让我这朋友代替我，你看如何？来到这船上都是为了玩的，自然是没问题，不过你可别忘了你欠我的1亿。这个是自然，到时候一并计算的。哼，等马文远上场，他一定能给我赢回来，我还给你计算个屁，看你这小子还怎么狂。小子不会以为赢了庄少两局就飘了吧，我们两个来玩两局如何？庄碧凡，你不会以为换个刚刚出山的人就想要赢我吧，我看你还真是天真。我说小子，难道你就会嘴上的功夫吗？这么嚣张，那我们就一局定胜负，若是我赢了你的话，你刚才赢庄少的钱全都还给庄少，同时你得留下一只手。那如果是你输了怎么办？哼，我若是输了，我给你1亿，再自毁一只手。废话少说，现在就开始吧。目前除了师傅之外，别人想赢我下辈子吧，更别提这排不上号的十一。直接发牌吧，我今日就要让你见识一下什么才是真正的技术。哈哈，三个 A 豹子。天哪，真不愧是赌王的传人，一上来就是三维的豹子，今天居然还可以看到这种大场面，这次果然没有白来。是啊，三个 A 的豹子可以说是通吃了，看来这帅哥真的是凶多吉少了。小子，是你自己动手还是让我来帮你？先别急，看看我的牌再说。这怎么可能，我刚才明明已经把235都藏起来了，怎么会在你手上？呵呵，你说的没错，你的确是将235藏起来了，不过你确定牌还在你的手上吗？啧，你这所谓的赌王的传人也不过如此啊。这真是见鬼了，这怎么可能，他竟然神不知鬼不觉地从我手上把牌拿走，这下师傅的脸都让我给丢尽了。你好大的狗胆，竟敢偷换我的牌。敢说我换牌你就没换牌吗？再说了，就算我换了，一你没抓我现行，二你没证据，你凭什么说我换牌？既然这局你输了，按照之前的约定，输我1亿，再自废一只手。1亿也就算了，这要是废了我一只手，简直就是要了我的命啊。哼，想废我一只手，那就看你有没有这个本事了。是吗？你竟然真的废了马文远一只手。愿赌服输，怨不得谁。还有你，这2亿你准备怎么付？十一先生，这是2亿支票，请您收好。